你别动我的书。郑毅，照片好了。明天照片全网发，热搜挂一天。哎，你说，今天晚上宴会是私人行程，这个李天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听说他一直想见毕小人，我出于好意，顺手帮了他一下而已。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啊，你说，你做这么多到底为什么呀？你又没谈过恋爱，你懂什么？你，我走了，你自己玩吧。黎黎，江黎黎，喂，黎黎，出事了，赶紧上网。啊，你等一下。女方出轨，男方出柜。这不是昨天的那个李天佑吗？赖总。近日有路人拍到明星老板赖正一和其助理萧何疑似在车上拥吻。这怎么会？走走，我应该没迟到。记者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没有，我从后面来的，没记者。你还笑得出来？当初让你们交往是为了提高公司热度，现在倒好，竟给公司抹黑，负面影响太大了，股票都掉价了。对，掉价了。你们 represent 的公司就算是各玩各的，那也得 take care。你现在弄成这样，谁脸上都闹吐的。不，没有不闹吐的。我跟李天佑是误会，我们俩可以一起站出来澄清。你是第一天混娱乐圈吗？澄清有用吗？只会越抹越黑。姐，哎，陈总您太客气了，您辈分比我靠前，不用叫我姐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你懂不懂啊？那这样吧。我们同居。赖总，三思啊！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随机应变。不行。各位觉得呢？赖总英明，希望那些负面影响能够得以消除。不合适。Very nice， 就这么做。哎，不，陈总有话说，您也觉得不妥是吧？那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不能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啊。嗯，对嘛。同居的消息放出去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。合着你做这么多，就是为了把人家小姑娘拐回家啊？我这不叫拐，我也是情非得已。切，别。古有花木兰替父从军，现有包妹替姐同居，这什么事呢？我这是啊，你就当住宿舍。宿舍？宿舍哪有男女混住的？嗯，姐，哎，以前觉得你是天之骄子，女娲的宠儿，粉丝成群，名利双双，可如今看啊，这毕小然可真不是好当的，太难了。我这才刚刚几天呢，我就要轮到跟人同居的地步了，姐。赖总，我来了。想通了？为了我姐，我义不容辞。
笑一个。笑。这个角度不错，来来，多拍几张。摆拍，我懂。演戏也太到位了吧！得得得，那我就牺牲一下。我这大新闻呢？我懂，我都懂。干什么？我说的是你，脸上沾头发了。啊！龌龊，龌龊。